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大家的到来。又要再来一个。我不想把爱好变成一个工作，我要每天就要想着我要怎么用我的爱好去赚钱。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是骗过去的吧，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很差，你的直播间我不会停留3秒以上。自己可能能力确实不是很足，我们以后要住在这儿了，爸爸妈妈不要我们啦。严老师呢就是真的没有孩子，曹总呢是真的没怎么带孩子。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闪亮登场，严严斌，24岁，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学历。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叫严严斌，来自于陕西西安，今年24岁，我学习的专业是学前教育，然后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想要找一份新媒体方向的工作，但是之前也没有经验，希望各位企业家们可以多多给意见跟机会，谢谢。好，欢迎你。你当时为什么学这个专业的？因为当时高中毕业之后选专业其实也比较迷茫，就是也对比了很多专业，自己也不知道去学什么，然后家父母觉得当老师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当时姐姐也学的这个专业，我就感觉要么我也去试试这个职业，就是说不定合适呢。你看你是学前教育的，对啊，你工作当中跟孩子打交道比较多，打交道多呢。一般跟孩子打交道多的老师，性格上来讲都挺开朗的，特别爱说爱笑，宜人性特别好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我有一朋友啊，他儿子特聪明，到了幼儿园以后呢，他就特别让老师头疼。吃中午饭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啊，乖乖的吃着。他就吃了一口米饭，说呀，可不是家里的味道。有的小朋友就开始哭了，就想家了。然后呢，好不容易老师让大伙都吃完饭了，都哄午睡了，到午睡那儿，他站在床上说，完了，我们以后要住在这儿了，爸爸妈妈不要我们啦。整个这个午休的屋里，幼儿园的 KOL 鬼哭狼嚎，就哭声一遍，爸爸不要我们了。他入园不到一个礼拜，老师给他爸妈就双方一共打了不下10次电话。你说你要遇到这种孩子，你有什么办法跟他沟通和交流呢？这个情况我之前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的个人觉得，太好了，就你没遇到过才要问你呢啊。就我个人觉得的话，先去寻找一下班上不哭不闹不被他们影响的小朋友。对，找了这些小朋友之后呢，跟小朋友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教教老师是吧，可以去给这些小朋友一些表扬呀鼓励呀，然后让其他的小朋友都看一看，因为小朋友们都喜欢表扬的，然后鼓励之后，这样子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你看你是学前教育的，你一个学前教育的，你怎么今天来想找一个新媒体方向的岗位呢？因为也想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岗位，去挑战一下自己。那想挑战无非就是要么以前那个干的不顺心，要么以前那个没什么发展，要么以前那个赚的少。是哪个让你以前的不想干了？之前的幼师的工作吧，其实也很开心。最后离职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当时家庭距离上班的地方有点远，然后每天早上7点多就得到上班的地方，可能就是长此以往来，人有一些疲惫。几点起呢？6点，大概就是1个小时时间。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个通勤时间还可以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职场上还真有过关于通勤时间的这个讨论，就是通勤时间太长了，无法继续这个工作。我觉得通勤时间长挺好的呀，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看看书，听听音乐，然后去想思考。对，其实我反而不喜欢开车，因为我觉得开车你没有办法去看视频。你这个通勤时间多久啊？公共交通2个小时，开车的话1个小时。我路上的时间看北京的路况，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都有可能。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1个半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对对对，这比较快的了，其实已经算是最长的通勤时间是单程大概2个小时。单程2个小时？对。我觉得你听完了跟各位企业家比，你觉得算事儿吗？不算什么事儿。我觉得通勤时间过长不光是对工作有影响，我觉得对人生都有影响。
就是你要看你通勤的这个公司到底能给你什么，就是你的目标，如果他或者是能够满足你职业巨大的发展，或者能有比较好的收益，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有比较好的收益，你为什么不解决一下在公司附近的这个住宿呢？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钱赚不完的，但是你时间都是一样的，你把这个时间花在通勤上，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去考虑的，所以我支持他的这个想法。我们公司大量的95后，包括也有00后的员工，然后他们基本都租住在我们公司的附近。为啥？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价值观，是说好好工作就是为了好好生活，我们觉得生活的幸福指数和你能花多少时间在生活上是有关系的。通勤这件事情本身它还是工作的一部分，是在去工作的路上和工作返回家的途中，这个会有可能降低一部分人的这种生活幸福指数。在心理层面上，我们研究过，如果你的路程大于1个小时，而且中间很拥堵，它会降低你的幸福感的。如果说你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然后有一定的这种容余时间，反而就会很轻松。那绕回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租房，其实不要就距离去纠结去不去这家公司。公司好，就想办法去住在公司附近，让自己在1.5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上就 OK 了。租房子嘛。那回到你今天这个找工作，严斌，你觉得新媒体方向什么对你吸引力最大？因为新媒体方向的话，这几年好像就是，好像更多年轻人非常去喜爱。对这个岗位的话，就是。好像都特别的充满激情，然后也特别好像收入也还不错，所以我就是想去看看自己，尝试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岗位。那接下来我们的面试当中，企业家可能就要看你的能力能不能匹配上给你这样的一个岗位了。好的，其实他给自己的定岗也会比较宽泛一些。那你在新媒体运营上，如果你要做面试，你有没有去了解，是说他大概的一些分类啊？你自己有去做功课吗？其实新媒体方向我自己了解的不是很多，我现在主要了解的就是两个岗位，有什么？主播好像是带货的，带货主播。对，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运营，因为在某书上刷到过，就是说新媒体运营，写一些什么题材能够吸引大家的浏览量呀、点赞量呀，然后提高曝光率啊，这些我就是自己也会去看一看的。那个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哪个平台呢？我们想看一下你的作品。发过一条，就是浏览量也达到1万多。你发的是什么？1万加，就是关于情感的，就是说。男朋友做了哪些事情让你接受不了，然后当时的下面的评论还挺多的。这个是你模仿别人还是说自己原创的？我自己想的，然后就直接打上去，后面一看，哎，还挺多人去看。那后来又接着做了吗？后来就是也会去提一些问题，但是都没有就是提了这个问题去吸引的更多的浏览量。你有多少粉丝？有118个粉丝。118个粉丝。对，这个岗位的话，目前准备的东西不是很多。他这属于爱玩游戏，想成为游戏设计师。我喜欢珠宝，想成珠宝鉴定师。他不是喜欢珠宝鉴定，你懂了吗？你在舞蹈机构卖过会员卡是吗？对，卖的怎么样？其实卖的就是跟业绩目标对比来说，其实在每次完成的，就是基本上就在业绩目标的50%往上啊。那就是等于是没完成任务呗。当然这个他的目标可能定的有一些有一些高，但是如果就是我特别特别的努力的话，可能也是可以达到的。你的离职原因是休息时间不自由。对，这份工作的话，其实就是除了睡觉时间，就是得抱着手机去跟顾客沟通。秒回。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他两份离职的原因，一份是休息时间不自由，一份是这个工作强度太大。可是你现在想要求职的意向是新媒体方向，主播和运营都是非常累而且时间非常不自由的职位，你做好准备了吗？如果就是遇到特别合适的，我做好准备了。哪一种是特别合适？就有一种活叫钱多事少离家近，就是因为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个职位，所以也是过来学习的一个经验。你刚才讲所有跟幼儿园儿童教育有关的，你的脸是发光的，但是一问到新媒体，这没准备那不知道，这是个就是概率性的一个爆款，但是你没有深度研究，所以暴露了问题。比如说你要真往新媒体，你可以往家庭教育方面去发展。我想强调一下，其实带货主播的那个强度还是挺高的，从你目前的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你更适合做一个就是母婴类的这样一个主播。
母婴类主播跟你的气质气场都亲和度都比较合适，你也比较了解。咱们让他现场模拟一段，你给出个题吧。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可不可以就带一下母婴类的那个图书吧，教小朋友怎么健康成长的那个。得嘞，好吧，好，自己定价一下。你作为运营，自己给自己定个价，折扣你也自己定，卖3到6岁，帮助小朋友健康成长的一个绘本，行吗？可以，可以。各位刚进直播间的宝爸宝妈们，你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绘本。首先呢，在大家购买这个绘本的时候，你们可以利用你们一点点的小时间去右上角点点关注，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因为在这个群里呢，我们会经常发一些红包呀，一些福利之类的东西。我相信各位宝爸宝妈们，才做父母吧，才做父母可能有对一些小朋友的一些发展呀，会有些时候会头疼。这绘本呢，一套里面有三本，这三本呢主要讲的就是幼儿3到6岁的一些成长发展的一些经验，以及一些你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案例呀之类的。就它属于那种叫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好像每一个说的那个部分都没有扎我着，就是比较平。对对对对对吧，它就没有就代入感差一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呀，你们肯定很关心它的价格是多少。这一套绘本呢，我在书店里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70多左右啊。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给各位宝爸宝妈们申请到的福利是39元一套。现在直播间马上就要上链接了，上链接你们都准备好，然后上链接之后呢，大家就去抢。现在目前还有10套了，好，没有了，已经抢完了，10套已经抢完了。就是我虽然没有做父亲哈、啊，但是我斗胆判断一下，我觉得小妍老师其实应该没怎么读过幼儿阶段孩子的绘本。哦，绘本读的确实比较少。对，就是我特别期待的是你拿出一个绘本的作品，里面你说故事特别有意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特别有意思，以及说孩子他需要通过绘本去看到什么或者学习什么，这可能都是很重要的。包括我觉得您做学前教育的，我想听到的是在这个阶段孩子对色彩更敏感呢，还是对什么样的内容更敏感？那我通过讲这个，可能我在这儿看你的这个直播，我会特别关心说，哎，这个能够给我的孩子带来什么，我才会有兴趣去买。我觉得你看过直播，但你不一定看过绘本。你看看我现在非常这不是爸爸的爸爸，你就多好啊！来，我们做的准备，我们问问已经是爸爸的爸爸啊，潮汐先生，你觉得他是模拟的怎么样？很差。说实话，你的直播间我不会停留3秒以上。首先第一个呢，太平淡了，都是套话，没有一句能吸引我的。如果我要是你的话，你至少得要，我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不是，你听我说，我呀特别喜欢你这人这劲儿，就是你特别愿意以身作则，你不光说人家不好，你还特愿意教别人怎么好。来，我请你从那把椅子上挪到我这把椅子上，你现场就给严彦斌来示范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带货主播，你咋带？咱们掌声欢迎！来来来，我怎么挖了一个坑让自己跳进去？西哥是我们这个舞台间最大的主播，西哥震他，加油！好，来吧，各位在线的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图书，对你的孩子有格外的收获。大家都知道狼外婆吃小红帽的故事，对不对？你平时有没有给孩子讲过这个话题？孩子遇到了坏人，遇到了危险的时候如何自保？如果你没有讲到这个话题的话，赶紧买这套书。这套书在世界名著的基础上还延伸出来了，对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常对孩子有指导作用的自我保护的话题。今天这本书定价200块钱，今天只要100。你说这折扣太低了，我告诉你们呢，孩子的健康比100块钱更重要。你们平时买不到这套书，是你孩子的1/1机会的救命书，赶紧只上100套，54321，赶紧抢！我突然觉得这样对比下，我们那还比那个潮总好一些。深有同感，就是因为我是经常在直播间买书的，就是所有讲幼儿图书类主播，他大概风格就是文化带货、娓娓道来这种很细腻的，很少有慷慨激昂，你不怎样就怎样，我没见过这种风格。而且呢，好多都是做懂教育的，他会讲什么？讲一些教育知识，
他也没有必须要靠低价卖货，他更多就是讲你就自动下单。潮汐老师，我感觉他的风格更适合卖酒。从这个他们两位的直播上看啊，就是咱们严老师呢就是真的没有孩子啊，然后呢咱们潮总呢是真的没怎么带孩子。对，因为我觉得父母在给孩子花钱上面他是价格不敏感人群，是你上来就给人打低价折扣，我不 care， 其实没有那么 care， 特别是书你贵能贵到哪儿去呢？那这个时候你关键是要触动到父母的心，所以其实我还是回到严老师这个位置上来，就是如果您想要做主播，想要做新媒体，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做主播他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有大量的积累，所以如果您真的决定要走上这条路的话，除了热爱，除了兴趣，除了你自己看直播，你还是要做自己的沉淀的。我觉得这点你缺的不是一点的多。首先我从他身上就是没有看到从性格方面的优势啊，然后呢刚才的两个离职理由说实话我也是不太满意的啊，我觉得起码你可以积极的去向公司靠近嘛，而且呢他本身有一个工作经验跟我们是比较相似的，就是也是课程顾问，对啊，然后他是觉得工作时间又觉得不自由，然后那我觉得他对工作的就是个人的时间投入度上我自己是觉得哎打一个问号的。其次呢那我们就看专业了嘛，因为本身他的学前教育专业，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比较主观的认为他没有展示出跟他专业匹配的任何专业能力来，那你没有专业也没有意愿，那我就觉得可能我找不到能匹配的点。小妍，直播的门槛很低啊，有一部手机就能直播，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哎，也是。首先自己的那个就是没有太多的粉丝，然后而且自己直播也不知道就是才开始从哪个方向入手。你自己都没有试过，凭什么让我们付钱给你让你去试呢？我爱学习。那你应该交学费给我呀，我来教你。就是严冰，你知道吗？我在你身上刚好我没有看到你学习力这一点。第一个是你新媒体这个岗位，我个人觉得完全不适合你。你在你字典里没有对他这个热爱的这个词，他根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调研，他怎么来谈自己有学习呢？学习能力呢？因为有学习力的人，他肯定会先去自学。首先是自己确实能力不足，但是，也希望企业就是可以给新人一个机会，毕竟大家都是从零做起的。就是自己其实是确实是小白，然后。其实在来之前自己也想过要去哪个方向，但是最意向的就是这个方向了，然后我就是还比较喜欢一些挑战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比较认真吧。你得说你会干什么，你的这些是你的性格特质，这些性格特质不能变成工作能力，你得说你能为这企业干嘛。还是想让企业家们可以多给一些意见，可能我确实不适合新媒体岗位，我可能适合别的岗位呢。其实行政的话其实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下的，因为觉得不管是哪一份工作幕后的就是幕后的人员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吃得了这份苦去尝试一下。没有没有，有一些激动。他们说你说的太重了。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没有哭，你是对我势力赤裸裸的一种嘲笑啊。有一些激动，就是听见各位企业家们给自己的一些建议，就觉得自己可能能力确实不是很足。但是我告诉你，这也是面试的一部分。面试有一个词叫压力测试。当大家都否定你，你的承压能力也是你能力的一个展现。我觉得他亲和力还可以。但是这个是不是比如说做一些这种沟通类的可能会好一些？你有没有发现他想要的职业跟他自己过往的职业就完全要躲过去。你说我要帮我做行政吧，他之前做过销售和老师，他就不想做这两个。为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小妍，我们这亮灯的企业里面有没有你的心仪企业？我其实更比较偏向于企业家们会不会选择我。好吧，既然人家这么说了，来吧，三位企业家，最终确认你们的选择。好险啊，终于有人愿意跟你双向奔赴了，祝贺你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在你的工作中确实新媒体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啊，因为你有工作有销售的经历嘛，所以可能给你的岗位是销售的这个岗位，底薪的话呢是4000加，然后会加上说你的绩效和你的销售的提成啊。会有休息的时间吗？正常的休息肯定是有的，对吧，就是国定假日啊，包括双休，但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你到底想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销售这个岗位它确实是就是需要你自己，你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你能拿到更多的结果。十一总，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面试环节销售岗位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他还有可能再往下走吗？老实说没有了，我可能就要灭灯了。我觉得他讲了很多他想要尝试的，比如新的岗位，他能够就是接受挑战啊。但实际上销售这个岗位的话，是真的需要用行动去接受很多挑战的。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样啊，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能够接受挑战、愿意去尝试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接下来考虑一下是否选择霍圈圈或者谢谢再见。好，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选择是去尝试一下。祝贺双十一，也祝贺严彦斌。他最后为我留灯到最后，我也想去突破一下自己，也想去多尝试一下，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来吧，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王春建，29岁，牡丹江卫生学校口腔工艺技术专业，中专学历。哎，那个各位老师好，然后我叫王春建，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然后现在在杭州工作生活，然后我的工作呢是这个设计，是我们天猫店的一个美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爱好的话是这个魔术，还有这个戏法。哇塞，我好期待他那个魔术和戏法那环节。可是我特好奇，你是卫生学校学口腔工艺技术的？对对对，是的。你现在做设计？对。完了，你的业余兴趣爱好是魔术戏法。你是够斜杠的，你斜杠够多的哈。对的，刚开始呢上学的时候嘛，然后就是学的这个口腔工艺技术，是制作烤瓷牙的。所以你是有造型相关的这种学习的，对吗？对对对，是的。然后之后是因为感觉，首先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我想要的一个薪资嘛，那对于我来说，我看到他们40、50的这样的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也就都10000来块钱。那其实呢，如果对于我来说，那我要是靠到这个年纪，然后拿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薪资，可能对我来说它不是那么特别理想，我就想要尝试的去做一些其他的，然后就开始学的这个设计，天猫设计这个店铺的，就这样慢慢就转过来了。40-50的师傅们，10000多块钱，对对对，不也挺好吗？那如果说这个薪资跟年纪对比的话，那可能我现在也达到了这个价格啊。那如果说是我到40-50岁，然后才拿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那我可能的晋升啊，或者是往后可能你等我更想要的。我得打断一下春建，对，你现在在这科技公司做设计是月薪10000。对对，你是现在挣到10000了？对对对。你刚跟师傅们学的时候一月多少钱？刚跟师傅学的时候，那从刚开始实习的话，一个月才500块钱。对呀，你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没接触到设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自己有什么预期和目标吗？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也是很想努，我也是想要努力，我想要成为他们，我想要成为这个更好的人。但是那个时候之后，我因为有时候放假嘛，我会去书店看书，然后正好就接触到魔术了。那通过魔术也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从这些朋友啊什么的相关的聊天会之后，我就感觉其实外面的世界要比我接触的那些世界要更大更宽一些。这下我就明白，对，他是一个在半路见了世面的小伙子，所以决心放弃这一切。对，我想要有更好的一个生活。你是怎么着学魔术，去书店看书学魔术了？对，因为当时就是放假嘛，去书店逛嘛，有时候看看书什么的，然后就偶然就翻到了一本就是魔术师一本书嘛，然后那就看了，就感觉蛮有意思的，然后就一点点去学啊。最开始学的是就所谓的我们这种近景的魔术嘛，然后之后可能感觉就是因为近景的舞台展示可能太小了，然后就找了一个老师，然后当时在沈阳找了一个老师，然后学的这个舞台魔术。什么叫舞台魔术？舞台魔术可能就是大家理解的变鸽子。
变伞呀、啊、变台这种东西的话，这种东西我们叫统称叫舞台魔术。哦，近景魔术可能就是计算机怼在玩，我们再这样在这个面对面玩一下，这种东西叫近景魔术。然后也打了一些这个比赛，嗯，对，然后也拿了几个奖。对，你那时候上班吗？还上班，还上着口腔技术、这个、对对对，当时就是蛮热爱的嘛。那其实下班了之后那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嗯、然后那可能在比，我就印象蛮深的，因为那个时候做口腔的时候有那时候刚来在杭州，然后其实之后是有个比赛的，然后因为做口腔那边要加班加到很晚，下完班回家还要彩排，就排练嘛自己，因为过两天要比赛，嗯，然后基本上排练到凌晨2点多钟左右，然后第二天7点再去上班。这就属于从兴趣入手的人，从兴趣开始的一个最重要的能成功的一个本质是他的兴趣，我给起个名字叫生产兴趣，他不是消费兴趣。嗯，什么叫消费兴趣？比如我看书看电影，这叫消费兴趣，就、啊、对，它就必须得变成生产、啊、比如说我写书，对，咱就说拍电影这个就能成功。你赚得多吗？当时不怎么赚钱的，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不赚钱。对，当时你还投入这么多。对对，就是喜欢。当时那你万一耽误了本职工作再给你开除了怎么办？那没有，我上班还是很认真的。对，因为我看你这个里面就是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兴趣了、嗯、你其实已经走上了很专业的这个各种的这个金奖啊，然后就是其实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说用你的这个魔术的这个兴趣爱好去走一条路子呢？我是觉得我的爱好它就是我的爱好，但是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我不想把这个一个爱好变成一个工作，这样的话就是我要用我的爱好，我要每天就要想着我要怎么用我的爱好去赚钱，这样的话给我的生活压力可能我就是有点脱离我的初心。所以说我会把爱好跟工作完全都分开。哎，咱说句实话啊，嗯，要是变魔术赚的比你做设计还多，你把它当成职业吗？不会，因为多两倍。怎么说呢？三倍，可以考虑。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压力很大那样的话，因为有很多这个就像这种知名的一些魔术啊，魔术师有找过我给他们去做顾问啊或者什么的。那可能他们找你做顾问，对，他们的所有的内容是要我出创意，还有我制作道具。那既然你有这样的水平，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表演，而去作为顾问，然后给别人提供技术支持呢？是这样子的，他们找到我也是因为我要在2016年之前吧，就做了一些原创的一些道具，然后这个道具呢也卖到了17个国家大概，然后之后呢也有自己研发生产过一些魔术的一些道具，嗯，那他通过这些想法一些创意上面啊，就会有这些同行呀会来找到我，然后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这个顾问。我现在也有在做，我现在在杭州的话是在有3个小剧场在做，也是都是在这个周六周天呐、啊、这种时间，然后我们会跟朋友去演出玩一玩。就是他是真的就是爱好啊，还挺纯粹的啊。就是爱好一旦变成工作就不太容易喜欢了。对，因为你要服务客户嘛，客户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要求。其实魔术也是他的职业，他只不过是个双驱动的职场人。对，一个是技术做设计，然后呢专业是口腔，他就是一直在转型，然后爱好是魔术，但是魔术已经让他能够有生计，还能有这种不同类型来源的收入了。那你是个复合型人才。其实说到复合型人才，我下面就想问你，就是你看有的求职者来到我们这儿，他就特想把兴趣当职业干，咱怎么劝也劝不回来，他就是挺清醒的，我就是不把这个当职业干。就是当你有了一个不错的兴趣爱好，水平也达到一定的水准了，在本职工作之间应该怎么取舍？我觉得首先对于春建来说，他自己是明白自己在生存阶段哪个能让我活着，然后呢到了我自己的兴趣阶段，他发展到什么水平能不能成为一个职业标签，至少目前来看到他对魔术还没有就是贴在自己身上，我是个魔术师，就说明他对这个职业还是有更高标准，要等待沉淀这个阶段了，对吗？我感觉魔术师这3个字我可能还没有那么能达到，我可能就是一个魔术爱好者，可能对于我来说他只是我的爱好，只是我的爱好。他清醒，他真清醒，就是他知道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在哪个领域既能够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大限度的展示，还能够最好的养活自己。但说了半天，他说他会变魔术，你们看见什么了就认为他会变魔术？
掌声欢迎王春建给我们带来一段魔术的表演，好不好？好，来，我们的掌声热烈一点。这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是这样吧，那个，因为我除了是这个魔术之外啊，其实我最近也是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那个北派戏法的第七代传人。哎呦，王传人啊！然后人家太吓人了。太谦虚了，我是觉得嘛，因为魔术已经做的感觉，哎，我已经挺喜欢，但是我感觉中国的古彩的东西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嗯，就我想要去接触，想要去做，所以说，就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天津卫，其实也是想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古彩戏法，就是那给大家这个表演一下。哎呀，非常荣幸啊，今天能站在这里为大家表演这个戏法。这个表演之前呢，先跟大家这个简单的交代一下，戏法啊，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啊。我要演得好啊，大家哈哈一笑给咱鼓个掌，演得不好啊，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来，这位看看这里呢什么呀，有见过的吗？酒壶。哎，酒壶对吧，你看，哎，还剩点水全出来了，你看看，有一个酒壶，酒壶啊是空的，有酒有水我不敢倒过来对吧，有酒倒过来酒洒了，有水倒过来你看水流了是不是，您看筷子有多深里面就有多长，有多深你看着怎么样。我这里呢还有一个碗，这个碗呢也是空的，哎，说这小小酒壶拿在手是能变水来能变酒，说变出清水能解渴，变出美酒敬朋友，摇一摇晃一晃，你看这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就不要了吧，走了。哦，哎，又没了，还要吗？要要要，还想要，咱们可以再来。再来怎么说呀，说它妙中妙啊，是玄中玄，这是三清脚下受了真传，说有人能解得其中意，便是长生不老仙，说九九九九九九，酒能聚朋何会友，说饮酒不可空对月须教友，说刘令能饮这一担，李白能饮这一斗，公子瞻唇面似桃花，佳人入府腰似万柳，说杨贵妃醉倒在百花亭，吕洞宾醉倒在岳阳楼，还有、啊、香甜美味胜似花，开坛隔壁醉三家，说秦琼为酒当过黄骠马，太白为酒当过乌纱，洞宾为酒当过宝剑，贵妃醉酒哪里去了，醉在了呢西厢月下，说来来来喝喝喝，万事不如这杯在手，这一醉呀、啊，他解千愁，说变了鲜花人人爱，变出美酒咱敬朋友，你看还这么大啊，怎么样，跟您说呀，我这个酒壶有一个特点，它要变呢我能变到明天早上，你你们不信呢，我跟您说这又满了，您信吗？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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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来给您交代一下，您看啊，刚才变出来这一碗酒呀，我要是倒回去了那证明它没满是不是，这要倒不回去啊证明它又满了，来列位段眼瞧，你看得，你看满了，全在瓶口呢，对不对？哎，有的观众可能说了呀，你这个呀是道具，里面有个堵，有个塞儿在里面堵着呢，是不是？给您看啊，筷子伸进去，怎么样？哦，哇哇，厉害厉害，满了，你看着。俗话说得好啊，这叫宁变十回曲，是不变一回送。说曲法容易送法难，好似珍珠倒卷帘。哎，怎么变？看着瓶底儿画个十字打个叉，拿起来说不要了，你看、哎、水呢，水呢，有堵有口吗？哎，这有意思，怎么样，这就没了对不对？有朋友说吗，还要吗？要啊，还要，还能有，你看摇一摇晃一晃，咱们再来一点，再来那么一丢点，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不要了，不错不错，怎么样，就再来那么点不丁，再来那么一丢丢，再来那么一妞妞，你再来多点多点，哗哗来哗啦啦的，来过来多点多点多点，哎，怎么样？哎呀，变出来这一碗酒啊，也不够分的。我这里还有一个碗，这个碗啊也是空的。哎，这个碗有说的，怎么说呀？叫小小茶碗啊，它圆悠悠，它陪着我走遍了五湖四海和九州。南京留我吃南京，北京留我吃北京，是南北二京皆不收，黄河两岸我度春秋。来，交代完这个碗，咱们来交代这个塔，你看这正面啊没戏法，里面呢扛不住，拿起来四个角来啪啪一打，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袖子一打，你看看身上一打，什么也没有。来，列位上眼瞧啊，说这毯子呀、啊，往手上那么一搭，哎，那画个十字啊，抓个揪，这个叫什么呀？叫找泉眼。来，列位上眼瞧啊，碗儿空的往上一盖，翻过来，举在手上，这叫小小茶碗啊，我举在空。我上取青云，下取风，说取来青云降大雾，说取来清风我挂天庭。今天呢，咱们不要云，也不要风，咱们抓碗美酒碗中城。你看，这就来了。你看，这就来了。你看，这就来了。不错不错，太牛了吧！一碗美酒，谢谢大家。不错不错，一碗酒祝愿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哇，厉害！哦，他就是证明是真的水，是吧？嗯，再来一碗。第二碗酒，祝大家招财进宝，日进斗金，掌声鼓励，接着干。还可以吗？跟您说呀，您喝完茶得斟，喝完酒得倒，变戏法都不用，一跺脚就来。哇，这个厉害。那个也能来吗？一跺脚再来一碗。我好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古彩戏法，谢谢大家。哇、哦，真棒，精彩。我也挺好奇，我在台下我一直看，我说你有什么机关没有？他怎么就这样，就这样就拿出来了？对，这样就对。其实我看你手行吗？你看看那酒壶，这个酒壶也没有什么。我捅一下行吗？可以可以。真的没有哎！哎呦，还有里头，想要一直有，想要一直有。是啊，我们再次给他来点掌声吧。是，真的太棒了啊！你这个是刚才你表演之前你说你是第几代传人？第七代。咱们劝劝他去干魔术吧。你别，你今儿来找设计是吗？对，其实呢，就是我因为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但你可以看，就是。不方便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设计的一些作品啊，对，设计啊，对行，我们看设计吗？在此之前，我们再给他鼓掌吧。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春建吧，哈，太棒了！谢谢春建，变得太好了。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核心竞争力在哪儿的人。我们来看看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是他的设计能力？来看大屏幕。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天猫的一个首页。首先，我的偏向是一个手绘，因为我之前在学设计的之后，然后也去想要提升自己嘛，然后又自学的一些手绘，然后所以在之后的所有的一些大促的一些作品当中呢，然后就会融入一些手绘的一些风格嘛。下面的那种方形的图，对我们业内我们叫主图，就是一张产品图片嘛，但这种产品图片是要跟首页做一个结合的嘛，真的很好，很厉害，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就是自己喜欢。他的作品从平面设计上有千年火候，他只是商业设计的一个比较延展，加了他一些手绘功能，所以说他这个呢建议哈，应该再深入，往平面上、专业上去走。他其实他这个行业虽然是个创意设计行业，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设计，它更像是一个我拿打个比喻吧，原画跟动画大家可能都懂了，我们做动画片有的是原创出那个形象啊，动画上动起来的，它更像是那个动画，然后所以它叫是速度。我个人认为现在在电商时代啊，就是他现在还是垂在电商这个领域里面，是他收益最好，非常垂，他属于首手。小王，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个你现在离职了吗？现在其实还是在职的，也是想要找一些更好的一个方向吧，然后就去努力。如果说你现在在职，而且以你的设计水平找一家任何公司做网络的设计都不难，何必一定要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其实呢，对于我来讲，我的这种面试那个可能就是有些软件呢、啊、然后去面试去投，那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展现我自己，我更想要站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上，能接触到那个更好的一些公司，我想听取这些这个老板的一些意见，也是想要更多提升一下自己，去多学习，然后眼光想要再放得更开一点。我的问题是说你在设计上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怎么说呢，多赚钱。对，就你想成为谁那样的设计师？
赚钱最多那样的是赚钱多。其实我们公司是特别想招一个好的手绘设计师的，因为其实你刚才做的更多都是偏向于电商领域的。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做的一些广播剧作品，我们是要做很多原创的手绘图，符合这个剧它的那些用户想要看到的海报啊、主题曲的图啊，那这个你能不能做？如果我们有人能带你，但是给你的薪资比你现在的水平要低，那你是否可以接受？我们能提供的这个岗位，实际上你如果做得成熟，肯定是超过你现在薪水的。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嗯，我的想法很有诱惑力，就是可以考虑，是吧？对对，是蛮喜欢的。对，好，来吧，现在八盏灯都还为你留着，企业家们最后会作何选择？还有一盏灯，成功进入到谈钱不伤感情。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现在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手绘设计师，我能给到的薪水是在8K，地点是在北京。其实地点可能不是很希望在北京，因为可能，就北京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压力蛮大的。那你希望在什么样的城市？对，可能我现在还会在选择在杭州。对。你倒是一个挺直接的人哈，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选择冠生文化或者谢谢再见。怎么样，王纯健，你改变自己的想法了吗？不，还是没有那么很想去北京。好，谢谢远志，谢谢。我希望像小王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除了有一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有一份爱好，然后在爱好方面也能做出一定的成绩。感谢你啊，王传人，给我们变了这么多。谢谢春健，再见。谢谢，再见。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吧，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能力啊，我可能会也能会发展得更很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进步的一些空间。那只有一盏，可能也是各位老板应该也是有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可能我也确实是不太适合他们的这些领域。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王希，25岁，汉口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学历。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希，今年25岁，来自汉口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是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想找到自己，认清自己；第二个目的就是想让我爸爸知道我这6年都做了什么。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想找一份商务拓展或者是活动策划类的工作。谢谢。好，欢迎你王希。你看他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鸟，然后就是这眼神，对吧？从来了就是这样。今天整体的颜色会稍微暗一点点，是希望给人一种很职场然后很稳重的感觉吗？还是你平时就是喜欢这样的色系呢？上班的话基本上都会这样穿，故意会穿的深色系一点，显得自己好像没那么幼稚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稳重一点。我觉得这个性格它是由他的之前所经历所决定的，所以他后边说第二个目的是要告诉他父亲他6年干嘛，这背后是有故事的。是，你这个学历自考本科是吗？对，是的。怎么是个自考本科呢？也是被就是骗过去的吧，算是。因为就是在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是成绩不是特别好，没有考上2本，报了一个3本，然后但是那个3本的学费太高了，我的家庭就是负担不起那么高的学费嘛。后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学姐就是联系到我，然后说就是希望我能去读这个学校。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说这个学校是个2本，然后就是学费会低一点。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个全日制本科，没有跟我讲自考这回事，我也是稀里糊涂的去了。为了省钱？对，为了省钱。然后也轻信了他的话？我没办法给我家里人解释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解释呢？
就是从小的那种家庭环境的影响，还有我是一个就是特别独立的人，算是吧。因为从小就是，父母离异嘛，初中升高中的时候，爸妈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你们跟谁过呢？当时？就是我奶奶吧，算是我奶奶和我爷爷，跟奶奶的关系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一个人特别独立，我就是一个人在家，然后基本上就是爸爸给点生活费，然后一个人在家，然后上学也是一个人去，然后放假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就你很小，从父母离开分开以后，你就自己面对生活了。对。你为什么现在两只手紧紧的在互相的握？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在我高中同学基本上都知道，初中和高中同学基本上都知道，但是大学同学没有一个人知道，我都没有告诉过他们，没跟他们聊过。对，因为我不想跟他们说。你这些年跟自己一个人生活，或者说一个人面对生活，你有什么你觉得最难闯过去的坎儿？就是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就今天就是过来找工作的。他在一个壳里，直到他把那个就是家庭的那个说出来，好像他想从那个壳里走出来。所以你在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一句话，你想让你父亲知道。对，就是。我这六年来就是其实也一直不是特别好过，就是他觉得我，因为之前我虽然在高中的时候读的是那个住宿学校嘛，但是每星期也会回去嘛，他至少知道我是在上学之类的。但是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基本上只有过年才会回家几天，因为我每次寒假暑假都是出去打寒假寒暑假工，所以他基本上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但是就是他总觉得就是我出去的日子会比在家里舒坦，我真的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哎呦，我那个时候就五味杂陈的，因为挺触动，我就在想我的孩子要给他有更多的关爱。哎呀，原来如此。你开场白的时候我还在想为什么要让父亲知道这六年来你过得如何？我当时第一直觉是我以为你和父亲有六年的时间没见面，但实际上你们这六年也见面，只是你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他也不知道你的生活状态，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是的，因为他总觉得我上了大学之后工作就会特别好找，然后但是那个自考本科真的不好找工作。我不是在武汉读的书吗？但是实在就是没有办法在武汉找到工作，因为工资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我就去了深圳。我朋友推荐我去的一个公司，然后工资的话就是5000左右。嗯，做什么呢？做企业文化专员，组织一些活动，然后给他们某一些福利，为了留住员工。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当年你觉得你学校所在的城市工资太低，所以你跟着同学去了南方，对吧？是的。那你后来为什么这份工作辞职以后，你怎么又回这个城市了呢？因为就是而且赚的又比原来少500块钱。因为那个闺蜜在这个城市，然后可能会觉得会比较亲切一点嘛，然后就回到了武汉。在武汉就是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就是不是很想让我去深圳，然后想让我留在武汉，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在武汉找工作，然后做的是人事专员。我进来一个多月就干两件事，人员的入职离职和薪酬结算，就这两件事，其他的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什么叫上不了台面的事儿？打印一些资料之类的嘛，这些就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也不算是上不了台。简单重复操作。对，是的。那你人事入职一个月，你想干啥事儿？
起码会有一点学习，就是进步的空间嘛，就是从中没有任何学习到任何。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学习进了职场，人家给你工资是让你干活的，你想学习成长，那是你自己要刻意偷偷学艺的呀。他脑子里有很多的观点，这不对。啊，就做这个职业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啊、做那个什么干那个活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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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啊、全都是这种认知，就还是认知问题。你想干什么样的工作？嗯，我想干一个起码就是有学习空间，可以学到更多知识的那个。你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对，是的。喜欢新鲜事物？嗯。喜欢学习？对。那如果这个学习需要耗费你大量的个人时间和休息时间，你愿意吗？愿意。其实我当年有报了考研，但是因为男朋友，然后就没有去考。哎呀，你这个男朋友真是耽误你事儿，给你拽回了你不太想留的地方。我再问一件事儿，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莫名其妙来无锡，无锡哪儿招你惹你？是，我不是因为男朋友留在了武汉嘛？啊，但是呢，他刚开始的时候跟我讲的挺好的，我以为他在武汉的工作很稳定嘛，跟着他找工作应该蛮靠谱的。结果他干了没两个月，他工作也辞了，然后两个人都没有工作，都没有工作。然后我就问他，就是。反正我是要想回深圳，他不想让我回深圳啊。他不想让你回，他想去哪儿啊？他想去无锡。哦。然后他就想着说要就是跟他爸妈一起嘛，然后可能就是到年底可能就会结婚嘛，他就这么跟我讲的。嗯。我想的是就是，既然跟他在一起了，然后那就跟他一起去无锡呗。然后就去了无锡之后嘛，他就在他父母那里就是工作嘛。很脏很累的那种活嘛，就是扛东西呀、啊，重体力。对对对，重工。是工地那种吗？算是算是。然后我就去无锡，然后就去了就是现在的这家公司，然后目前还在职，然后做的那个运营专员。哦、你跟你男朋友现在还在一块吗？不在了，分开了。对。但你现在人在无锡那边。是的。还在做。对。你想离开那儿是吗？是的。你们俩后来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因为他又要去深圳，又要去深圳。我捋一下啊，你从深圳回了湖北，他希望你留在武汉干了两个月，你们俩就都没工作了。你想去深圳，他不让你去深圳，他想去无锡找他爸妈，你就跟着他去无锡了。到了无锡以后，他在工地没干下来，然后他又想去深圳，是吧？嗯、是的。你有带他上医院看过他这个症状吗？这个不会想出这种事儿来，真的。我太难了。你觉得他是喜欢你啊，还是觉得你好忽悠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喜欢我的，但是后来我真的有点搞不明白了。但是最后分手就分手吧。真的，我觉得你遇上了一个不太地道的小子。他可以自己啊拈轻怕重，但他不能忽悠一个愿意跟他走了这么多地方的小女孩，我觉得这样真不太好。当然了，你分开了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你以后啊就工作你可以自己找，但找另一半你一定记住，这个事儿比工作还重要。工作不高兴了你可以把他辞了，但是婚姻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再轻信什么诺言了，好不好？单纯的孩子啊，你面试进行到这儿，我有个建议，来站起来，把两只手自然地放到两边，两个肩膀往后，往后，对，腰往前顶一下，啊，我觉得你整个人就是这个站姿啊特别不好。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唱歌、跳舞、画画、舞蹈。舞蹈？对。啊，什么舞啊？爵士舞。行，那就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舞姿啊，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带来的这个爵士舞表演。It's okay. Thank you.
这曲子挺燃的。你刚才的舞蹈有点像一个过气的女团，然后再回忆当年的风光。那我觉得很好啊。你知道吗？她在跳舞的时候有那种，哎呀，我想我这个动作应该怎么跳啊？就是你知道吗？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有思考动作。我觉得就是舞蹈有个反，有一点反差萌，还挺好的呀。就我觉得可能他不懂欣赏你的美吧。你为什么想要给我们跳一段爵士舞呢？我没有别的才艺好展示的。哦，你也可以选择不展示的。你不担心说你展示完了以后有人会觉得哎你跳得不好吗？因为我可能比较内向吧，我想通过舞蹈传递一下我的热情。我们到刚才你跳舞那一刻之前，我相信现场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其实都希望你快乐起来，就我们是抱着这个心情去看着你这个舞蹈，所以当你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当你笑起来的时候，当你跳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就是被打动，所以开心一点吧，姑娘，跳得很好。谢谢老师。人生的这一关他迟早要过，如果他自己能迈过这个坎儿的话，对他的人生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你刚才也说了，你愿意做有挑战性的事情，不喜欢一成不变。那我想问问你，你认为？你能做的商务拓展和活动策划都分别是做什么的岗位？我是想换一个城市，所以呢就是想尝试一下销售的行业。商务拓展其实跟销售行业很就是息息相关嘛，然后我想多与人接触一些，多接触一些人脉，锻炼一下自己吧。活动策划你做过吗？对于我来讲就是不算是，就是这个活动策划就相当于校园的一些学生会之类的，但是我想做的那些活动策划呢是关于展会的。这个你要知道，你没干过的话企业不敢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啊，对不对？但是每个人不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吗？公司给员工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员工能够帮公司把问题解决了。对，你给岗你挣着钱呢，对不对？策划这个岗位比较特殊，它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它是从其他的岗位积累转过来的，很少有直接给这个活动策划完全没有经验的岗位的。我更多想去招商，商务拓展，就想扩建一下人脉。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人脉资源是就是最重要的。可是你想没想过，就人脉得你能接得住啊？因为你的能力，你的业务能够得跟你这个人脉匹配上，你现在拿什么去匹配那个人脉呢？不一定是要接触一些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企业家，我觉得一些平常的一些人也是可以的。我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对你好奇的地方，因为你刚好学人力资源，然后你几段经历又跟人事有关，而人事这个岗位又是跟人打交道的，那你在这儿反复强调你要接触人脉，它背后的这个人脉跟你说的只要周边有很多人就行，它有啥区别？想就是商务拓展它不是跟销售差不多吗？然后我们老家又是就是产水果的嘛，就我想通过认识这么多的资源，然后把自己家乡的产品销售出去。那不是，咱怎么就从职场说到了助农带货上了？这个是你认真在回答这个问题吗？因为我觉得你是在认真的面试的。是的。那您觉得说在这个优赛生命，你觉得他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因为我可以实话实说吗？当然了，因为就是我填企业的时候，我看了这么多企业，其实我只有两个意向的城市，一个是在深圳，一个是在运城，我没有意向的企业，然后我就选了一个。你自己再思考一下，至少我现在看下来，你要找跟人力资源相关的这个岗位，你还是欠缺很多的。但是能不能做销售，你得展示你的销售能力，你的商务拓展的能力，这块还没展示，不是光想你要人脉，你得有这个能力才能有这个机会。应聘看的是眼缘，就是他不是看你个人的能力，因为我也应聘过很多公司，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我自己年轻，有就是可以发展的空间。第二的话，我愿意学习，就是我也会就是为这份工作我努力学习。我前期特别想给他留一个岗位，是因为我觉得
他那个缺爱的状态，就我特别感性啊。但是后期我会发现是说你缺的东西太多了，在认知层面上来讲，你确实需要去提升，但这个提升如果你看不到，就包括你说人脉这个东西，其实你结识了我们这么多的企业家，如果你想让大家赏识你，然后你又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去突破这个，那你永远迈不出那一步。我在想，我即便是给了你平台，给了你机会，其实你也会浪费掉的。很遗憾，王希，你今天的面试结束了。可能自己对于工作面试这方面还是经验有些不足。再去求职，别说人脉这个词，至少在你今天面试你的这个条件下，你跟他们大谈特谈人脉，对你来讲绝对是个减分项，你懂吗？你跳舞跳得差，他们都不会介意。但是你现在啥还没有，你上来说人脉人脉人脉，就会让大家对你产生其他的一些想法和理解，好吗？嗯，来到这里就是想告别过去。特别好，非常好。虽然求职的结果是遗憾的，但是今天如果你真的能够站在这儿和过去的王希说再见的话，我希望你走上台阶，也走上人生一个新的起点，好吗？好的。嗯，谢谢。谢谢你，再见。对于我来讲，确实太年轻了，需要一些磨砺，需要一些就是指明方向的话。就是他们对于我一些质疑，就是为我人生重开一条路。嗯，放下过去，才能有更好的未来。现在大家经常会看到很多求职者写自己的应聘岗位叫做新媒体运营，也看到很多招聘网站上在写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所以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首先我们看到新媒体这三个字啊，所以说你一定要非常的明确你运营的平台叫做新媒体，比如我们常见的有抖音、小红书、 B 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这样的新媒体平台。第二个呢，你要做的是运营工作。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官方媒体的新媒体运营，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你的新媒体上建立一个品牌专属的官方账号，通过我的品牌人设形象，通过我的品牌促销活动，来达到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你的用户粉丝量和用户互动量。总的来说呢，运营工作是通过数据为导向，在新媒体上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品牌和各类型的活动，去达成你的目标。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您的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王俊芳，25岁，洛杉矶电影学院编导专业。我叫王俊芳，来自广西柳州，毕业于洛杉矶电影学院编导系硕士。现在呢，我在中国从事演艺行业，作为个人演员。我的特长呢，除了有武术以外，还有编导、武术指导。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呢，我希望能够应聘一个短视频演员以及原创短视频博主的一个工作。谢谢大家。好，欢迎你俊芳。好，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父母都是中国人吗？哦，对，我父母都是中国人。你长得挺像混血啊。对，谢谢。抑郁的感觉哈，所以我会这样问。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你走演艺这条路还走对了。你是学武术？刚才你说哦，是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华传统武术，练了19年了。没有这么长，其实差不多练到高中就慢慢的，不算说放弃，就不会像小时候这么。你怎么会喜欢武术呢？小女孩不都喜欢小娃娃呀，是什么过家家啊？
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武侠片的一个特别鼎盛的情况，喜欢里面的英雄，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铲奸除恶的正义一派的。从小就立志行侠仗义。你练了这么多，你练武术什么呀？一开始的话就是套路，中华传统武术的套路，刀枪剑棍、南拳、长拳、少林拳。你拿过什么奖吗？有参加那个亚洲青少年锦标赛，获得了铜奖。段位的话是我们国家二级的运动员，武术二级运动员。不错，谢谢。哎，那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几个武术动作展示一下？可以，没问题。这刚才展示的这叫什么？少年规定拳，基本上学中华传统武术的小孩应该都会。那你是怎么想到要出国留学呢？你这么热爱武术，难道你不应该留在国内继续不断的去拜师，读一个和武术又相关的专业或者适合你的专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从小的话家里面算是思想比较传统的，所以从来没有打算让我走专业武术运动员这条路。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广西那边的体工队是看上我了的，希望我能够去。但是呢，父母这边就是觉得没必要，还是得好好学习，上个名牌高中，上个名牌大学。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比较曲折的事儿，正好那个时候我高中呢是街舞社的一员，学了舞蹈。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去北京报了一个舞蹈班，然后在王府井那一块儿逛街的时候遇到了星探，那个海外的希望我去那边做练习生，然后当时我就很愿意啊，太开心了，就是既能够。你了解这行业吗？其实那时候不太了解，就是单纯的很喜欢。对，然后当时我是高考完之后去国外做了3个月的练习生。你去的时候跟家里商量过吗？商量过了。家里什么态度？不同意吧？一开始是不同意，但是那边的公司也有给父母做思想工作。其实我当时对自己认知还挺明确的，因为那是我觉得我17年以来第一次在做自己除了武术以外喜欢的事儿，然后就热血的去了。哎，说说你在那边那3个月都干什么？来，首先就是作为外国人，最重要的还是从语言开始做起。到那儿先学语言？对，学语言，学他们的那文化，还有礼仪交流。住的不是特别好，3个人挤一个房间，而且因为我是晚来的，我住的那个不是床，它就是一个床垫。有补助吗？生活上的？他们只会给每周、每个月排名综合考核前3的练习生补助，然后排名前5的每周还有机会到他们的那种音乐放送看那个声现场，那个我就去过一次，是真的很震撼。你当时练着练着，这3个月到什么时候，你第一次可认识到可能自己这条路走不下去？去了，其实我运气不算特别好，因为我是6月份毕业的时候去的，正好他们9月份出来一个女子团体，然后呢，听到公司的前辈说，一般他是2年出一个，而且是男女岔开，相当于等到我出道可能是4年以后了。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当时我是办的是旅游签证，3个月要回来 renew 一次。当我3个月之后回来 renew 的时候，父母还是觉得凡事往最坏的地方打算。如果我不能出道，我在那边练个3-4年回来，我能做什么？高中文凭，只会唱跳。父母觉得我应该上个大学，应该有个学历。来吧，你们觉得，当家长的该不该反对他去？适合的年龄应该做适合的事情。其实如果说我作为孩子的家长呢，我会去让他完成他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去做的学业，完成他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他的这个经历跟我特别像，我小时候也学武术，热爱然后去学习。那包括你，就是既然你当年有这个梦想，其实你的梦想并不是断裂的，你的梦想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往前走，往前走，尽量往舞台前、或电影荧幕前、镜头前慢慢的走。所以他这个他是一脉相承的，他不是说突然在街上遇到一个人，然后他就本来是要做一个数学家，然后我明天我就去做演员或做什么了，不是这样子的。作为他的家长，如果真的了解他的孩子，真的跟他孩子沟通过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应该去支持他的梦想。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形形色色的岗位，并不一定要按照在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我特别不认同这句话，什么样的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这是谁规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因为不一样，因为有梦想，这个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对，所以我特别特别支持啊。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支持他，依然决定这样，我也是会去支持他。可是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说俊芳就是你的女儿，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听话的孩子，然后她自己内心一直有一个梦想在，然后你也明明知道她有这个梦想，可是你并不想让她去按照她的想法走，你有你的意见，这时候你跟她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她真的听了你的话，然后等到有一天她没有去实现她梦想的时候，她会后悔，她会怪你的。但是我倒建议大家跟着王俊芳的经历往下走，因为有的时候吧，能证明这件事对错的就是选择本身。你回国以后，你几乎没怎么停，你直接就去出国了是吗？是，去国外读了一个工科的专业。对，是吧？是，和你爸有关系吧？对，我爸呢，他其实是在我们那边一个中外合资的水务公司，然后他觉得如果让我去国外，首先把语言练起来，其次读一个工科，这样回来他这边可以给我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然后如果能够考到高级注册工程师，年薪百万，他说不是问题。那请问啊，我刚才在你登场的时候，我介绍的您的个人资料，洛杉矶电影学院编导专业和你爹当时送你出去读的那个大学的工科专业，在这两者之间又发生了什么？那这个我是想要感谢我的表姐，她算是我的一个 mentor 吧，领路人。她在国外的话是做电影制片的一个工作，差不多在我那儿读到大二的时候，她和我说她手头上有一部筹备了挺久的战争片儿，叫 Flying Tiger 飞虎队行动。然后他这部片呢，需要很多的会一些武术功底的外围武行和那个跟组演员，当时就问我感不感兴趣一块来玩，相当于增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履历嘛。那你把工科专业也给放弃了？啊，并没有放弃，我还是就完整的读完了。拿到学位了。对，但是差不多在我大三大四那样，我就开始准备一些资料来申请那个研究生。想学什么？对，想学电影。想学电影是吧？好，但实际上呢，我希望成为一名演员，尤其是希望能够把我武术这一块的特长能够放到我最爱的这个 film industry 电影的这一个行业里面。你刚才老说武术，你这几招几式我看着倒不错，技能展示给我们来一套武术的表演吧。可以，来，我们先掌声表示感谢。辛苦了，跟我们说说刚才
那你这一套这算国潮武术表演吗？对对，算。就相当于前半段的话是流行街舞，后半段的话是中华传统武术的套路。哦，因为还是得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对的，我其实就是你刚才在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到你这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武术功底的。而且除了这个武术比较好，你的节奏感也很好。这个节奏感好，其实在这个表演里面，包括你在做未来的舞指这些里面，特别特别的重要。你今天来找是短视频演员，对吧？对。然后你的意向企业呢，基本上也算分类比较准，鱼屋、密拍、无胜传媒，期望薪酬不低，10000+。我想问问你，你做过主播吗？哦，做过，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做过什么主播？我做过在某宝外场直播带货的主播，是在一个国外的海淘店铺，在美妆这一块成绩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嗯，真的，你是原来播过美妆啊？是，老师。这样吧，王俊芳，把舞台交给你，你就化身为此刻给修图师妆前乳做带货的主播，马瑞对接一下，产品有什么特质？核心重点就是这款妆前乳就是非常的润，不假白。然后可以让你的皮肤非常的自然通透，所以它是主打那个控油和持妆的吗？是的，它是养肤型的隔离霜。哦，养肤型也是目前明星的化妆包里面私用的非常非常多的艺人都在用的妆前乳。我们有一个明星代言人叫吴俊瑜，价格日常价格169元，我们的直播间的价格是立减100，活动是69元。对。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夏天马上到了，相信所有就是小姐姐或者跟大卫老师一样，只要带妆的小哥哥，一定有个苦恼，就每天早上啊化妆美美的妆，晚上呢，哎呀，就油得像个猪刚鬣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不可以错过我们直播间由我们马瑞老师自创的美妆品牌修图师妆前乳，它是集隔离、妆前以及养肤为一体三合一的一款妆前乳，非常适合无论是平时不爱化妆的女孩，你们可以当做素颜霜使用。如果是化妆的女孩呢，它就是一个相当于减少了前面很多流程，但是却能够达到一个最佳效果的妆前乳。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怎么样。OK， 好，谢谢。来，大家看一下，哎，戴夫老师，你可以试一下。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的话是非常清透的，这个质感呢也像精华一样，是不是？然后香味儿也特别的适中得体。对，而且呢它刚刚上手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精华或者乳液的质感，但是也就3秒它立刻就成膜了。对，吸收特别好，而且不泛白不假白，非常清透自然。然后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马瑞老师特地给我们了一个很劲爆的价格，平时大家169，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直降169，抱回家。69，我的天哪！很多明星私底下用的，并且是我们吴俊瑜小哥哥代言的修图师妆前乳，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拥有，谢谢。他刚才这种是典型的叫美妆分享类的主播，非常的真实，包括他的无数表演，且他能够把我刚才那么短暂讲的信息点全部能够记住，太棒了！我跟你讲，这个是已经超过了很多主播的特性。如果说到不足的话呢，只有一个小小的不足，你可以让自己再有一点情绪，用你的激情，然后再稍微多一点点，还是你的风格带动一下你刚才讲的所有内容。我觉得就会更完美了。我看了一下，我是你的意向企业啊。嗯。我这样跟你说啊，他们都不懂得发掘你的最大的空间和最大的舞台，因为现在 TikTok 的主播太缺了。深圳这边基本上都是做很多的话，亚马逊的做外贸的，现在直接往这块转的。我在满世界在找呢。所以说我其实刚才是看你的这个就是有国外的这个经历嘛，包括你在国外有一段生活的嘛，我觉得这些包括语言什么咱们是可以调好的。其实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方向的带货你有没有兴趣？有兴趣，因为正好回到国内很少说英文，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继续保持我当年的那个实力，其实是很不错的。好，既然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王俊芳的职场情商，进入到他的职场情商课。你和同事一起做策划，他一直没做，你主动找他沟通，他让你先写，后面他来收尾，你怎么办？
虽然我也挺讨厌就是一直把进程给你拖慢的同事，但是如果我掌握主动权的话，其实我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对，我先写，那既然大纲差不多按照我的思路走，他收尾，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更多的可能看到是我们在团队里边，我们协作的时候跟其他伙伴协作是我们的风格是什么。那我能够看到你希望能够在这个团队协作里边你能够去掌控，然后按照你想要去那个方向去走，对吧？嗯，对了，嗯，那后面那个收尾如果他不按你这个方向去走呢，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那我们两个互相商讨一下，没准他的想法更加超出我的意料，更加可以让这一个策划更加完美，可以达到一个相当于共赢的状态。这点我非常欣赏，毕竟我们整个团队是要交付的一个结果，以结果为导向，这样一个协作会更好一些。嗯，为你点赞。好，谢谢老师。那个军方，我问你一下，就是你一上来跟我们展示你的这种表演啊、武术啊，就是包括跟音乐结合这些东西，真的是一个特别绽放的一种感觉。你在直播带货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内敛或者是往进收的一种感觉。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好奇想问你，你是真的就是很有意愿去做带货主播呢，还是说因为环境的原因不得不然后尝试去拓展一些新的一些方向？我先说实话，我当时在国外做了一段时间的带货主播，但是在带货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乐趣，也发现自己很喜欢跟陌生的人聊天，也不排斥做这一个方面。真的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一接触然后觉得哇好喜欢，这原来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我真的可以放弃自己从3岁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的一个想法一个理想吗？是这样的，老师，其实我并没有说完全放弃电影这条路，对，但是我家不是特别有钱那种二代，就普通工薪家族，所以我选择横店作为一个开始，是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比较低，因为在横店筹备的剧组大部分角色演员也都是一些小短剧、小网剧、短视频，而且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跑组和跑组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所以我才说想来找一家公司应聘短视频演员的工作，这样我可以省下很多时间，把它用在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说报个表演班，或者说多看一些那些好的电影和作品和书。就是说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是是。所以其实你在横店已经受过了很多挫折，对吗？是是。我觉得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什么叫面对现实，我先去解决我自己的生存，再去寻求发展，我觉得他做得很对。好，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这位选手的画呢，他画了一个小猪，这个脑袋顶上写了一个王，而他的耳朵是支起来的，我们说他有虎的特征。小猪不可能称王，小猪的耳朵是耷拉的，而他画的这个耳朵是支起来的，明显的是老虎。这说明这位选手啊，双重性格，有小猪的憨态，有老虎的凶猛。但是呢，他通过这幅画呢，他把老虎的那种凶猛霸气给掩藏了，这说明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手，所以我也是向所有的企业家推荐他。这位选手深藏不露，有大智慧，并且在真正的在走入工作当中又有自己的能力的展示，非常非常棒的。各位企业家，尤其是刘登的七位，来做出你们的选择。好，王俊芳，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来，吴胜，海淘的这样的一个卖货主播，7K 的底薪，工作地点深圳。好，江一，俊芳，我先介绍一下鱼屋啊，鱼的意思其实主要是我们诞生在天津变形记的余家铺地区啊，现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就在那里。茱莉亚音乐学院不光是那个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学院，它的戏剧专业也得过几十座的奥斯卡金像奖，
然后我是想说我们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啊 ，wood 的含义是好莱坞啊，源于我们在201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微电影节，也叫短片电影节，叫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有了电影节，我们才有了鱼屋，所以说它其实是有逻辑关系的。所以说我给你的这种岗位呢是一个编导，我觉得你身上充满了各种的可能性。编导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也并不妨碍你要想做的其他的一种，反而我觉得这是最适合你的一个岗位。好，好，谢谢老师，感谢马瑞。修图师美妆给你的岗位是带货主播，所以我也觉得我会愿意帮你去成为一个非常属于你自己的风格的带货主播。好，好，谢谢老师。三选二，灭掉其中一盏灯，有请。不好意思，老师。来，有请吴胜和江一走上竞价台。哎，我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灭掉了马瑞的灯呢？不太想从事已经挺擅长的美妆吧，可能会想尝试别的领域。挑战，想挑战。来，我们先从吴胜开始。吴胜，每个人要发现自己的亮点，然后把自己的亮点放大。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跨境电商的卖货主播。那请问那个吴老师，除了做主播以外，我在您的公司还可以做短视频演员吗？做账号的话肯定是要配合的拍短视频的，你不可能一个账号你只是在里面做直播你不做短视频内容。江一，这个鱼屋的给你的岗位是编导，8000的啊底薪，然后我们工作地点在天津滨海新区。我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您那儿我除了做编导以外还有可能就是作为演员出演一些项目吗？我觉得太有可能了，因为你本身就是编导，选演员就是你的一个职责呀。你可以选自己吗？好了，不能再问了啊。来，吴胜传媒鱼屋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计时开始。时间到，我选择鱼屋。祝贺江一，恭喜王俊芳，感谢吴胜，来和两个企业家握个手吧。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2010@126.com。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如果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